我不要你的命，我要的是你的心。 苏玉，你来的真是快。若你敢伤他一分，我会让你付出十倍百倍的代价。我不会伤害他，我要找到娇珠，让他活下去。金福，娇珠已经找到了，她就是我的心。不，我会让你活下去。我不会独活的。 你们两个人，只有一个人可以活。你们之间的距离就是生与死。苏玉，就算你有再大的本事，你也改。 为什么要带我进来？为什么你要弹奏化虚音？
慕言哥哥，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人，那么多的事，不都是因为执着？慕言哥哥，只要你愿意忘了，你就能挣脱爱情的锁。那么多生生死死经历过后，爱一个人还需要道理？日日夜夜饱受相思煎熬，我又如何独活？所以想一想君服姑娘的话，现在的你已经完全拥有鲛人的体质，称霸九州，问鼎天下，在你一念之间，天下之大，任你予取予求。放弃对君姑娘的执念，你将拥有一切。他一般的痴者，可怜天下有情人。鲛人一族有一种秘术，可以让两颗不同的鲛珠互补，